纯是精神病。亚扎卡纳会让受害者陷入情绪的可怕轮回，怀疑滋生怀疑，恐惧滋生恐惧，然后亚扎卡纳就能大快朵颐。整点活吧。转身离去。我再拖，我中风接平 A 走。我拖，中风。居然把我的中风给我躲掉了。中风接滑了，走。拜拜。拖接 A 没有勾了，中风滑了，走进内圈，一个拖吃药，再拖，一上来中风平 A，平 A 接 W 接戳接回来，戳一下。你以为你死不了，其实这只是假象呀。哎呀，还在这里装杯，戳一下，一过来再平 A，A 接 W 接平 A 接戳，接平 A 接收，接中风，精神病，跟我打，落手有疾跑啊，小心点，回家了。来个小药水，一双皮鞋，无敌了。这奶妈怎么二级呢？掉线了，等啥呢？那肯定是无敌了呀，快点玩吧。还有那银马马上就被削了，划了一手，戳一刀，再戳，一过来中风平 A，A 接 W 接戳接 A 接回来，你还想怎么给我魂拽回去呗？中风甩，你马上死。戳 ，A E A， 中风接大招 ，A 接 W 甩回来，耶，丢了个兵。
这永恩这英雄手感是真好。放一拆塔，走了，回家。正五剑袋1300，1300，其实可以再收一波。戳，再戳。一中锋 A W 平 A A 接戳接回来，再戳，你能打过我？中锋点点 W 滑了。无敌了，一接中锋 A 接 W 接平 A 接戳回来A 接走，这得走了的，这不行啊！跳弹，拜拜！吃口屎，回来继续杀，别急啊！这小子一定是以为我们走了。哎，我把光头杀了，走了啊！W 戳一过来 ，A 接大招，让他被小兵打死。他傻子，还抢人头呢！还想着抢人头，这还想着抢人头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不行，这不能回家，这回家这波有点亏，我们赶紧跳弹回来啊！你以为我会跟你打？其实不然，我去刷野去了。再推一波，回家扬刀了。去把那王八红给他拿了，哎，正好收个光头往我这边走来，戳 W 戳死回来接中锋收红，收个 F6， 有点过分了啊！这大鸡给他了，中锋 A 点炎 W 接戳一过来就给大，哟，戳一刀，这螳螂有点烦人，还走位。来了，小王吧，一过来 ，A 戳 ，A W 戳平 A 平 A， 兄弟我过不去了，中锋，这不是我不上啊，这确实是过不去了，来，跑的还挺快。戳一刀，戳两刀，一接中锋 W 回来，
戳一刀死了，一过来 A 戳 W 平 A 戳死，回来中风再打，插个眼儿先。你说我4600买个什么英雄好呢？关键这英雄你说他不费蓝能回血的，你说我走，别啊，难呐，真难呐。这英雄千万不能忍不住放E，你知道吧？光头居然跑过来了，哎呀，这光头确实是有点烦人。一会儿我们多找一波这个光头啊，多找找他，省着这大光头挺烦人的。羊刀不是不能暴击了吗？是啊，不能暴击啊，所以才要买两个斗篷啊。我一个戳，你看戳多少血没？400多。哎呦我操！面具再多又有何用？下路塔没了。啊，没有没。兄弟，你不会以为上一波你杀完我以后就有人有点无敌了吧？这，回头来。今天不死我就不叫蓝林汉，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装的，兄弟。耶，你好像 A 不过我吧？你知道我虚区有多高吗？看见这羊刀加两个暴击斗篷的虚区没有？看见 A 人一下 A 多少血没有？就前排小兵直接一个平 A 没了，干嘛？什么意思？一个平 A 我加200点伤害。死了，哎一下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哎，烫死了，中风，赦免不是给弱者的，而是给有福者的。现在我的刀砍在他们身上就跟杀鸡一样，杀鸡儿一样，明白吗？杀鸡儿！这是个 bug。
等光头呢。好大。我把他卸打了吧。现在蛤蟆打完，我们底下如果是那个一回去那一瞬间，底下会有个条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给我卡里头了？这螳螂的野区，我不会让它出现一只野。现在收，今天还没拔过刀。换个峡谷先锋，回家上高地了，不要在我面前削钢戳 W 闪现平 A 接戳。哎呀，再戳 A 接中风，平 A 回来，螳螂来。哎呀，谁的火箭？今天还没收到过火箭呢啊！一刀戳，两刀戳，让我看见你了。一过来中风 ，A 接 W 收。你可能还没见过我的刀有多快。Legendary.